厉害哦！基本上你的粉都在同一个位置，对，去做萃取。然后这边是什么地方？这也是我们的公司五楼，那以后这是我们的教室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广那个合影系列。Hello， 很高兴又到了星期五咖啡室，今天来这个地方，冲冲看那个河野流。紫翁盖小姐，紫翁盖小姐，我是舅。好，舅老师好，舅老师，谢谢。那我今天要帮大家做一下，就是河野流的示范。它是属于比较日本很传统式的手冲法，所以它冲的时间会比较长，那动作会比较慢一点点。那就动着试试看喽。十克配120cc，所以这边冲起来会是300cc。通常我会准备92度。后面它开始吸水情况出现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再稍微快一点点，从中间做注水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两个又干杯了。对，我们这礼拜。对啊，干杯过。那整体萃取出来的那个浓度会比较高一点。谢谢舅老师。谢谢阿舅老师。感谢，请大家多指教喽。那我们下星期五见，拜拜。拜拜。